能够这样教人，劝导人，这是真正爱护、真正关怀、真实的帮助。是故本经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，宗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方法。 至于末世，这是讲到我们现在呀，持名者虽广啊，而往生者不多，这就是现在的环境啊，确实是如此啊。这个不但是在今天，大概100年前就进入末世了。 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《安乐集》亦有问答如下：若人称念彼陀名号，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的往生者。 第一句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若人，假设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什么人呢？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 念弥陀名号，他的威德神力，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，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无明啊，得往生者，将来自己决定得往生。 是真的，还是假的呢？是真的。这个因太好了，事出事法，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。这是什么？众生成佛的真因呢？他将来成就，肯定靠这一句名号。啊，随着功德不可思议，念佛的人决定得往生。下面说呢，然有众生，称名意念呢，无名又在啊，不满所愿者何也？哎，他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众生，天天念佛，啊。 念佛一佛，这无名在啊，无名没有，没破啊，自己求往生，最后不能往生了，这是为什么？ 下面解释了，大约有不如实修行，与名义不相应故啊。他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心
跟佛不相应。那什么叫相应？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念就相应了。如果还求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，就不相应了。这叫不如实修行。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意思是无量觉、无量智、无量慈、无量悲，心量还那么小，这不相应，所以他不能往生。念阿弥陀佛的人要知道，阿弥陀佛心包太虚量周沙界，我们也用这个心量去念，跟阿弥陀佛就相应。如果我们心量很狭小不能容忍，不能包容，这个念佛不能往生。与名义不相应，所以这火不知如来是实相身，是为无身呢？这个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破除我们念佛的障碍。实相身实相是自信，阿弥陀佛确实是法性身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个世界身跟土真的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世界的身，你看生灭身，土呢生灭土，无常啊。阿弥陀佛的身无量寿啊，无量光啊。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它会有变化，它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化就是永恒真常。所以它叫法性身，它跟我们的人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是法相身，它是法性身。性相不一样。第二个呢，是为无身，他不为自己，无是为万物，就是为一切众生呢。阿弥陀佛现身是为一切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啊。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身体，在这个世界，你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？为自己，业报身。我们天天都在讲消业障，业障为什么消不了？把这个身看得太重，别人有苦难现前的，先考虑对我自己也没利益，对我自己没有利益不能干。这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的，阿弥陀佛身是为众生的，这个身为众生死他也要干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世间人看到这个身有生死，佛有没有生死？没有啊。啊，这个身是身舍掉了，另外一个身又现前了。啊，说不定啊，就换成了实相身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自己功夫虽然没有到啊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帮助你，就把你提升了。底下说得很清楚了，哎，复有三种不相应。这都是祖师大德说的，也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如果有这三种不相应，虽然一天念佛十万声都不能生。第一个，信心不纯，若嗔若妄，不纯是什么呢？不老实。啊，这个信心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了。平常好像有，那紧急关头就没有了。啊，紧急关头通通忘掉了，全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这个肉身就大错特错了。第二呢，信心不移，为无决定故。他欲望太多，爱好太多，啊，学佛，每一个宗派他都喜欢，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个法门都羡慕。都想学，广学多闻，要做大通家。啊，如果有这么一个念头呢，那他的信心真的是不一了。他不能成就，他所成就的是佛学常识。啊，你看五十三门，一门都不专。一门都不精，都懂得一点皮毛常识，没用处。三者呢，信心不相许。为什么呢？余念坚固，杂念很多。这三个确实是大病啊！啊，下面说地相守舍，若能相续，则是一心呐、啊；但能一心，即是纯心啊。居此三心，若不生者，无有是处。啊，我们要把这三种不把它放下。啊，收拾就是放下了。啊，这一放下，第一个信心纯，第二个信心转，第三个信心相许。那你就没有不成就的，你决定会成就。
啊，幕后说了，若能相续，就是一心；但能一心呢，一心就是纯心。这个人决定得生，决定成就。啊，这里话说反面的，若不生者，无有是处啊！啊，这样的人居此三心，如果不能往生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无有是处就没有这种道理。此论，这指啊。当是敬业行人之病根，确实绝大多数他为什么信心不纯，认识不清楚，学习大乘的时间短，没有能理解，没有能深入，他这个信心若存若亡，这是很普通的现象。那么在现在讲经的人少了啊，经本虽然有注解，注解都是文言文，古大德所著的啊，今人所著的白话本是有，白话本没讲清楚啊，没清讲清楚的原因啊，是做白话解的人对于经中没能深入。啊，对古大德所传没能够切入，是的，讲不透彻，让人读了还有怀疑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信心不疑，人都喜欢贪多，都喜欢好奇，啊，都喜欢广学多闻，这个是对于圣贤的学术啊，圣学佛法修学的最大障碍。啊，那么信心不能相续，这是懈怠。他学习没有能够得到法喜。啊，《论语》孔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个“说”他没有得到，他当然不能相续。啊，如果在经教里面得到法喜了，他绝对不会间断。啊，这三种原因我们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，天天教学，为的是什么？天天教学，这三种毛病都不会发生。教育啊，现在佛教把教育丢掉了，问题出现了。啊，古时候
为什么世世代代成就的人那么多，就是随时随处你都能够接触到教学啊，寺庙里面教学，学校里头也教学啊，老师虽然是学儒的，他懂佛经，他教学当中常常会引证啊，家庭里面也教学，教得好啊，我们接下去看念佛而不能得往生之果者，以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。认身如悟啊，这个是误认，错认了啊，错认这个身跟这些一切万物啊是没有两样啊，取向之主啊，起心动念，取向之主，忘记妄生计较，这个计较是分别啊，一般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起心动念、执着、分别，全用的是这个心。这是什么心？轮回心呐！啊，缺少智慧呀，是中道矣。现在不是说缺少智慧，没有智慧。现在人求知识，不求智慧。啊，所以灾难现前。这个灾难之多。我是昨天晚上看到同学把最近三个月世界各地发生灾难，只是把标题拿来给我看，100多，三个月当中100多，几乎每一天都有一次，还有两三次，没有一天没有啊，而且都非常严重啊！看到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地震都是5级以上的啊，火山爆发、龙卷风啊、旱灾、水灾。太可怕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去反省。到底错在哪里？确实就是错在缺少智慧摄中道矣，这两句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。为什么现在的科学
完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为什么？知识是以物质现象为研究的对象，啊，智慧呢，它是以心理现象来发掘智慧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是从心想所生的。大乘经上讲的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那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。从心想生，所以物理它不是究竟的，它不是万能的，它能解决局部问题，问题还带后遗症。智慧是圆满的，能解决一切物质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这是今天灾难错误的根源呢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境随心转了。要解决今天社会问题，解决地球的问题，要从心理上去发掘。啊，从心里面去找方法。不是物质发生问题，心理产生问题，影响了物质。如果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，地球的灾难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啊，那么今天，学术界，随科技文明重视物理而疏忽了心理，麻烦出来了。啊，确实缺少智慧，失掉了中道啊，失掉了中道就是失掉了平衡。啊，物理上讲平衡，失去了正常的秩序，令此三种不相应，此三种不相应，一因一蔽之，只是信心不足。这句话说得很好啊！啊，三种归到一，这一就是信心不足。什么信心？第一个
不相信自己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佛法讲信心，跟其他宗教里面讲信心不一样。一般宗教里面讲信心，信上帝、信神，这摆在第一位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讲信心，第一个是信自己。第二才信他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圣贤，他是佛菩萨。啊，把佛菩萨圣贤摆在第二位，头一个相信自己。啊，相信自己是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说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本来是佛？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你就成不了佛。为什么要把自信放在第一？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中国传统也是把这个信心第一看作自己。本心本善，你相不相信？三字经上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跟大乘佛法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。性本善就是本来是佛啊，性本善的善，不是善恶的善，是一个赞叹的词。啊，圆满到基础了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，就这个意思，这称为善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意思。啊，大乘教讲的更具体，你本来是佛。东方教育跟西方不一样啊，没有怀疑。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定的信心啊，作为我们学习断烦恼成佛道的根基。所以信心不足，什么都不能成就。不但出世间法不能成就，世间法也不能成就。这信心多重要！往生资粮即心愿心，缺一不可啊！往生极乐世界。资粮用现代话讲，条件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行，三个缺一个都不能往生啊。信是头一个啊，什么人能往生极乐世界一点障碍都没有？给诸位说，相信自己是阿弥陀佛，他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最近这些年，经宗提倡三时悉念法师，悉念的法本是元朝时候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辑的，他在这个法本开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这两句话说得太重要了。阿弥陀佛跟自己都是自信清净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一个心。清净平等觉是真心，真心现的佛像就叫阿弥陀佛。我这个身像也是真心变现出来的，怎么不是阿弥陀佛？佛也说得很好，我们的身是带着妄念的身，但是妄念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只要一觉悟了，这个妄不碍事啊，它就不起作用了。你不知道它是妄，你把妄当真，把真忘掉了，这个妄心起了作用。它虽然起的作用，它毕竟是无常的，它经不起考验。你只要一觉悟，它就不起作用。所以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？把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，我们恍然大悟了。这一悟啊，妄就不起作用了，你的清净平等觉悟渐渐就恢复了。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一定要信，决定不能怀疑，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将来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，正德的身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像前面我们所读的阿舍王子，你看这个小团体，几十个人，他们听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，听得甚欢喜，心里面就想着，我要往生，我要成佛，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虽然没说出来，阿弥陀佛都知道了。当时就给他们受记，据要解所言，信愿有缺，或者是你有怀疑，或者是你那个愿心求极乐世界心动摇，则持名纵如银墙铁壁，风雨不入啊，也不能往生也。我说没愿，没有心愿，
可见的幸运是能不能往生关键的条件。只要有真心，有真愿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欧耶大师说得好，品位高下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是哪一个等级，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啊，那是念佛功夫。念佛功夫前，品位就低；念佛功夫深，品位就高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确实就在心愿。啊，有心有愿，决定得生。啊，信愿持名，就是一心不乱了。啊，念佛里面还有夹杂，说明说愿不切，心不深。啊，真有深信切愿呢，念佛里头不会有夹杂。下面一段叫诸大乘者啊，这个是三辈往生最后的一章啊，不是专修净宗法门的啊，一般修大乘法的。法华经譬喻譬喻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闻法信受勤修精进，这是一般大乘根性的人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不管你听哪一部经，听了啊，你都能相信，都能接受啊，而且都能够认真去依教奉行，勤修精进就是依教奉行。也就是老实人、听话人、真干的人啊，这六个字都具足了。他求什么呢？求智慧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在佛学佛的时候，求别的东西求错了，求智慧啊，求一切智。求佛智，求自然智，求无私智，求如来智见啊，力无所谓，实力是无所谓。前面我们都学习过，你看他求这个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我们看看佛求什么。物质生活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他快乐无比。他为什么活在世间？他活在世间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下面说出来，
明念安乐无量众生。佛活在世间就为这个，明是怜悯啊，念是念念不忘啊，要让众生离苦得乐。免难得安呐、佛是为这个，除了这个他没事。他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呢？用教学。那我们就知道教学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教学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消除灾难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苦乐从哪来的？众生思想行为善，就是极乐世界。众生的思想行为错误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灾难频繁的地球啊。真的是我们想错了，我们讲错了，我们做错了。啊，惹来的天灾人祸。啊，日本的地震、海啸是天灾呀。啊，核辐射人祸。那不是天灾呀、啊！啊，带来这么多苦难，啊，只有人心回头、觉悟，问题才能化解。连美国布莱登都说。啊，化解2012玛雅的灾难预言，他说只有全球的人觉悟了，大家都能够弃恶扬善。我们佛法讲断恶修善，一个意思啊，放弃不善的啊，发扬善的啊，断弃恶扬善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啊，起心动念像佛菩萨一样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关怀一切苦难众生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。怎么帮助？教学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古圣先贤都是用教学的方法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苦难，连电视地球的灾变，根本原因在哪里？人的念头不善，言行不善所感的啊。化解的方法
众生的念头善，言行善，问题马上解决。然后我们真正体会到啊，社会的动乱，地球上灾变频繁，全是我们自作自受。真正通达明了了，没有自然灾害，自然没有灾害，自然都是最美满的啊，最究竟的。人只要能够随顺大自然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啊，我们个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生活行为，能随顺大自然，健康长寿啊。所有的麻烦都是违背自然才产生的。佛讲得清楚，我们的祖宗也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可惜的是什么？不相信，不向老祖宗学习。啊，向现在科技文明去学习，吃大亏了。啊，比如医学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跟李老师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。啊，我想跟他学，他告诉我你年岁过了。他说你如果十年前认识我，我会教你。我认识他的时候31岁，就迟了。啊，叫我专心学佛。啊，告诉我中国医学5000多年的历史啊，啊，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呢？讲究的是养生啊，这是中医真正的目的。依照中医的说法，人的寿命至少200年。换一句话是，你能活200岁是正常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身体是个机器，这个机器你要懂得用它，要知道保养，它就有那么长的寿命。如果你不懂得，你糟蹋它，寿命就缩短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我们从那里听到一点中医的常识啊，这是中医真正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啊，让你有认识啊。中医第二个目标是防预防疾病啊，指导你如何在这一生当中避免疾病，他讲这个道理啊，这是中医第二个目标，叫保健啊。第三个目标才治病
啊，而治病呢，不用药物。啊，用什么呢？用心理跟物理的治疗。啊，这就跟佛法所讲的相由心生呢。啊，所以最高明的佛经里面用念咒。啊，这个咒是没有意思的，没有意义的。啊，很符合科学的原理原则。啊，疾病是什么？你里面的器官又阻塞了。不能够通畅了，啊，用阴身震动，啊，那个阻塞，它就把你震开了，震动开了，就畅通了。那么像这些治病的咒语，《大藏经》里面很多，现在我们去练灵不灵，不灵了，为什么呢？阴身不对，阴量。他讲阴深阴量，阴的长短，震动哪一个部位都不一样的。啊，用这个方法，这最高明的方法。啊，但是这个方法一定要口传。啊，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，唐朝时候还有，唐朝以后啊就没有。啊，经书里面记载的，我们现在念的不准确，都不是他不灵，不准确。啊，然后就是用推拿。啊，这个都是最好的治疗方法。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是针灸。啊，所以针灸是第二针。阴身推拿是第一，是第一种治疗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，不要用药物。第二种用的针灸，第三种才用药物。啊，老师给我讲的常识，中医是一门大学问呐，养生之道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有一天问过我这么一桩事情，他说中医五千年的历史，西医还才三百年，你相信五千年的还是相信三百年？问我这么一个问题，很值得玩味呀。中国东西好啊，要肯定老祖宗啊。现在不相信老祖宗叫大不孝啊，这个大不孝就是你得病的原因啊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念头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。